笑什么呢？啊，没笑什么。是不是偷偷琢磨跟我结婚这事儿呢？是不是想想就挺激动啊？谁想和你结婚了？反正婚礼咱俩也得有啊。你这个人不要脸。你天天这么跑来跑去，多折腾。要不你去跟二老说说，重新做回我的贴身医生。你心脏都好了，而且比我都健康，还能让我做你贴身医生，你可真是，亏我还做了那么多准备呢，完全没用上。你买东西了？嗯。卡洛，我们回来了。卡洛啊，你又瞎买什么了？这不是瞎买的。嗯，这杨教授心脏健康，还有这个心电图从入门到精通。哎呀，甭看了，都是心内学必读书。你看得懂吗？嗯，我怎么看不懂？有志者事竟成，我会好好读的。我不能说是一个冒牌医生的帽子戴一辈子吧？是不是啊，卡洛？我呢，以后就既能照顾人，又能照顾狗，上哪儿找我这么优秀完美的女朋友去啊？哎，对了，那个，你上次给冠军申请的新研发的电子项圈，能从绿川再多申请一条吗？你要给谁用啊？我想给卡洛，他不是有心脏病史吗？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，我准备给他带一个，随时监控。行，明天我就让老安安排。那这么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让绿川再多安排一条？又给谁啊？给你呀。你这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呢？我脑子想你呢呀。我这样就可以随时了解你的健康情况了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干嘛去啊？吃药。卡洛，明天你就有项圈戴了，开不开心？我去给你拿药。谢谢你，沈秘，我们好兄弟永远不分开。哎，卡洛，哎，卡洛啊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帮哥哥挑选一件合适的衣服啊？好，去看看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嗯，果然都是白色的衣服。看看这个，你看，都是黑色的、灰色的，还说自己有别的颜色的衣服，骗人，都没有。